谁是好孩子？猴爸爸想看看三个孩子中谁最乖。车来了，还没停下，猴哥哥咚的一下就从车窗跳了进去。他抢了三个空座位，放上桃子，大声嚷着：喂，别抢别抢，这儿有人啦！猴爸爸也挤上了车，他悄悄地戴上了假面具，哈，猴爸爸变成了猴爷爷了。谁愿意让座？猴哥哥不愿意，他脸朝窗外，吃起桃子来。猴妹妹呢，呼噜呼噜，假装打瞌睡。只有猴弟弟把猴爷爷扶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。谢谢，谢谢，原来你才是好孩子啊！猴爷爷说着，一把拉下了假面具，三只小猴都呆住了。猴哥哥抓起爸爸的假面具戴在脸上，因为他的脸红了呀。